心，神奇的力量心，智慧的天堂心，如梦如海心，如痴如醉心，如琢如磨心，如酒如歌。所有的智慧都是心灵的智慧，所有的力量都受心灵之力的影响和制约。人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自然之力和社会之力的推动和影响。但世界最大的力量不是自然之力和社会之力，而是来自心灵之力。心力决定人力，团结一心，齐心协力，克难勇进，奋争高拼，众志成城，心想事成。人心中的信心有时比黄金还重要，还有价值。心，奇妙的人生之旅。心带着人们看过五颜六色，尝过酸甜苦辣，想过千方百计，越过千山万水，历经千难万险，感受千辛万苦。人生的旅途实则是心灵的旅途，人生之梦是美妙的心灵之旅。心有多美，人生就有多美。心有多神奇，世界就有多奇妙。心有多开心，旅途就有多愉快。人生有的路不仅需要用脚去走，更需要用心去走。有时候让我们跌倒受伤的，往往不是石头和陷阱，而是自己的心。人生路上始终伴随我们的，往往不是别的，而是奔波在路上的一颗心。因此人生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净之心，平常之心，自在之心，不迷失自我，不自寻烦恼，方有美好灿烂人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Follow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